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二。哎，这山上没有一个游客，也没有村民，无聊的要命。哎，想下山了。哎，我把外面那个洗衣机，然后外面那个凳子，然后外面打扫一下，我就下去了。待不了了，啊，待不了了，一分一秒都待不下去，太无聊了，无聊的真的是不要的，啊。我先把这个洗衣机和那个凳子收回去啊，我就下山，然后带你们去看那上面那个大酒店哦，大皮台啊。我先把这个洗衣机抬到那个隔壁小屋那里去，然后把这个凳子收一下，然后看嘛乱七八糟的，然后下面地扫一下，我就准备下山啊。这上面无聊的真的要不得啊、哦！这上面无聊的很，一个人在山上，然后那边只有一个老爷爷在，他一直在放那个彝族的歌曲，呵呵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下山了，等有游客下来了我再上来啊。看嘛，这个风也特别大。怎么搞不动哦？哦，这个风也好大，山上也没有一个人在，无聊的要命。我把这个洗衣机抬到那个屋里面去，然后外面这个院子打扫一下，我就下山了，受不了了，等。过几天游客下来了我再跟着上来，然后家里面那个小卖部也空了，只有几桶泡面，只有两瓶可乐洗衣机我已经搬到这来了，哇，很累了，一下。这个床刚刚是放在这里的，然后现在我又移到这里了，因为这个房子漏雨嘛，这个地方它漏雨，然后我就移到这里来。看，这床单都是下着雨，现在都是湿的。洗衣机我放在哪里都没事。现在我们到外面去把那个院子扫一下，我们就下山了。太无聊了，受不了，待不下去了。游客来了，我再跟着上来，不然的话，山上一个村民也没有，一个游客也没有，真的无聊的很，只能睡睡
睡着觉，只能躺在床上看手机，那手机也看不了多久，看吧，我昨天躺了整整一下午，然后加上晚上睡觉头都是痛的，躺在床上都不习惯。过两天我带大家去那个看那个大皮奶的那个风景啊，太难了，我们去扫院子啊。好了，门要刮掉，不然的话猪那些跑里面去吧，搞乱了都。现在我们把这院子扫干净就行了。好了，该收拾的我也收拾完了，下山了。等过几天跟着游客上来，不然一个人在上面无聊的不得行啊。今天下去吃一点好的，我这两天天天吃泡面，都吃的拉肚子了。今天到老婆孩子都在那个现场嘛，沙九巷今天就我一个人，我到下面了，我到那个镇上去啊，买点饭吃，自己做饭也不想做，太累了，主要是我已经到这个天梯这儿了，然后遇到了好多游客，但我也决定下去了，因为上面太无聊了。还打路啊，来看我又上去了，因为在路上碰到了游客，他们说要到上面去住嘛，那我又跟来了。早知道我在上面好好的修行了，现在这个大腿都是痛的。哎呀呀呀，太累了。这个天梯一层都是咕咕咕咕的。看连续爬。这汗出的都很牛逼。哎呀，又到家了嘛，看吧，家里面现在收拾的刚刚稍微好一点点了，床啊这些都收拾的啊，看吧，床铺昨天才该洗的，这儿这里还有这儿，总共是五间，然后他们是七个人，只能挤一挤了。你这哪个熟了？你熟了吗？这是哪个熟了吗？这是哪个熟了吗？你干啥？我是熟了，是这熟了，就是这个。哎呦，别背，那你干啥？